開呢個庫啊，因為香港市民啲錢係香港市民嘅，你財政嘅盈餘係香港市民共同擁有嘅應該，咁所以咧就要去回水八千咧就好公道。咁啊，但係有一啲政黨咧就話反對回水啊，佢哋就支持呢個退稅啊、退差餉嗰啲。咁啊，退稅退差餉咧，你物業越多啊，差餉回即係嗰個回贈越多。你加税越你呢個嘅比税越多咧，亦都係攞得越多。咁所以越有錢嘅咧就越得益。咁啊，但係每人派八千係最公道嘅啊，因為整體嘅盈餘嘅啊得到咧係全港市民共同努力。咁啊，所以啊，大家幫幫手，有時間嘅咧就打電話去啲電台，話俾啲政黨、話俾啲議員、話俾政府聽咧，香港市民咧係支持回水嘅。最近有一啲嘅啊電台咧就做咗啲簡單嘅調查咧，76%嘅市民咧係要求回水嘅。咁啊，所以特首話，如果話大部分人唔贊成回水係錯嘅。咁啊，所以呼籲大家打電話去啲電台，或者啊 send 啲 email 去呢、這、一個啲政黨同埋去呢個政府咧，話俾佢知，龍年最好嘅禮物就係回水八千啊！咁陣間咧，我就有啲揮春啊送俾大家，希望大家咧有一個嘅啊，即係咧合家平安啊！最緊要龍年咧身壯力健、龍馬精神，同埋一定要政府回水八千，多謝。